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3000万的时候切涨了，竟然不给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必须要看。哇，又进来了！哇，快来快来快！嗨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嗨，妈呀，就是这个石头3吨多，你看，简直就是切大涨了！你怎么会全货卖了？这是我见过整个屏中啊，把一个板画到极致，第二个板也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货满嘛！妈呀，这么漂亮，这个底子好像摸上去有点那种婴儿肌肤的那种感觉，总特别特别老。这个一个板有多少条多呀？2个板就是400多条，那你拿2板从我们的粉丝呗，反正你有3吨呢。这货有点高，这边是芙蓉，这边水陆卫生啊。我的天哪，男子女。妈呀，这什么狗屎运气，还爆了票货。那你更应该投我们了。除了这个皮革是皮革以外，我发现哈，这个灯打过来全部曝光那一种。上一次在直播间里，好多好多粉丝都说，哎呀，祝阿牛哥下一次啊料子大涨大涨。你看这不来了吗？运气，知恩图报，回报一下我们粉丝嘛。拿2个板，你3吨的石头，2个板算什么？400条走位，差不多300条货头嘛。等一下我们粉丝，你给我们什么价了？哇，那个大气快把你的料子能切涨，姐妹们，300条货头，喜欢的姐妹评论区扣一加圈口，先到先得哦，等你哦。